哦。谢谢啊，夜深人静了，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呀？谢谢，已经十二点了。嗯，我得谢谢各位，你们是昨天晚上来的。哎，听到今天早晨了。嗯，谢谢。哎，天底下谁家说相声说成这样啊？从昨夜说到今晨。嗯。买了我的票，你们就如同是分了房了。谢谢啊！刚才有几位早走的，嗯，国立老师上后台跟我说，嗯，他十一点的棚录东西，有几位不得不走，走吧，嗯，我会记住你们的。哎，去，还记仇？哎，也有不没走，你看鲁豫他们啊，嗯嗯，刘刚、赤雪他们啊，这都没走，他们区长大人也在这儿了啊，嗯，人招谁惹谁了？这都是，嗯。谢谢吧啊！你到这会儿你们要不走呢，就别走了，嗯，就锁门了。因为到这会儿我们要开始正经的瞎说了。嗯，不是瞎说，这会儿有正经东西了。哦，真正经说了。哎，聊一聊。今天我发现留下的都是青年男女。啊，年轻人较多。嗯，刚才走的都是成双配对的啊。哦，一对一对的都走了。嗯，一个一个都留下了啊。单身的也没什么事儿，就留下吧啊。嗯，你们除了听听相声啊，嗯，拿我们俩消遣。嗯，你们回去也没别的事儿，就睡觉啊。挺好，我特别愿意看着小小子小姑娘，嗯，来听相声来。是吗？希望他们听着相声，俩人能交上朋友。哦，从此就好上了，那令人多么开心的一个事情。嗯，我这个话，你看前排这几个乐的都没人样了。听您这话过瘾，听相声你们都有所图啊。当然了，很正常，谁都有十七，嗯，谁都有十八，哦，谁都搞过对象，年轻过。当然了，说像于老师搞这么些个也不多见。我搞哪么些个呀？于老师这个，嗯，能说吗？你说，你们替我做主啊。夜深人静了，也能说点这于老师的家事儿，啊，白天您也没少说呀，啊，风格不一样。哎，对，这就别论风格了啊。于老师这辈子没白活，真的。怎么了我？打小人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啊，小时候十九岁就结婚了。对，十九岁的小小子懂什么呀？嗯，媳妇42。这也太大了吧！这个后来就没成功嘛？那成功不了啊！不就分开了吗？嗯，分开之后，后来那个媳妇跟了他舅舅了啊！啊，成我舅妈了。嗯，后来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有一次。其实那媳妇挺好的。那怎么让他干儿子给拐走了？嗯，我身边竟什么人呢？这是啊，反陆陆续续交这些女朋友们都认识啊，嗯。那叫什么？有一个丽丽，哦，还丽丽丽啊，嗯，打平。大平，嗯，赵小美，嚯，哦，嗯，曼丽，哦，曼娜，嗯，这都写书，这什么呀？曼娜没有，还有叫什么来着？叫孙胖子，彪子，二愣，刘铁头，嚯，哦，诸葛山珍，这行了行了，我这媳妇儿的名字怎么这是？咱记不住，反正陆陆续续交往过一些个女朋友，哦，啊，但是跟他时间最长的是那个金角大仙。哎，这好，我敢弄神仙了。嗯，取经路上取的。哎，什么取经路上？哪有金角大仙呢？就我不知叫什么，老戴一金色的一个发卡。哦，啊，背地开玩笑，金角大仙。哦，啊，那个最疼人。哦，那个说良心的话，那是没坚持下来，咱实话实说。哦，那个不赖。那挺好的呀，这那太，哎呀，太好客了。这什么叫好客呀？家里来串门的，那个说实在的，嗯，吃饭喝酒安排的特别好啊，照顾人可热情了。是那会儿于老师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什么钱，哎，那时候穷，一出去演出就是30一场50一场的，那也得挣啊。就是当年都这样吗？嗯，印象特别深，于老师出去演出一年半，啊，那么长时间一走一年半，嗯，回来这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你等会儿吧，你等可爱不是
走一年半，这儿生一大胖小子。这要是于老师也急了啊，当时眉毛都绿了，绿了，都要现行，都立起来了 啊！你要干嘛？我这甭重复了。好家伙，真急了，说啊，谁的？那是得问问，是我朋友的吗？哦，是高峰的吗？你瞧，怀疑是侯真的吗？是孙悦的吗？嗯，是我哪个朋友的？嗯。人家女孩也不爱听，真是，我就不能有个朋友？哎，没听说过，谁的也不成啊！这个，当然这是之前的事情了啊。现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都过去了，是不是？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嗯，我也不例外。您，我说句良心话，人追求好的生活，追求这些都是对的。那当然，我也是曾经我有梦想，嚯，还有梦想！我时至今日，有的时候都爱给自个儿编电视剧。怎么个编法啊？比如说啊，啊，我这待着没事儿，哦，夸来一电话，是，你好，嗯，你是那个郭德纲先生吗？嗯，什么味儿这是？你好，我是郭德纲。哦，要是有时间上咱们这儿来一趟啊？干什么呀？我那个孙子结婚。哦，孙子结婚。孙子结婚。嗯，孙子叫什么名字？嗯，威廉。哎，嚯！啊，威廉结婚。您是谁啊？嗯，英国女王。哎呀呵，英国女王怎么这味儿啊？就形容嘛。哦，想象嘛。是是，去吧去吧。啊，装车上，哗，给我拉到英国。是英国吗？啊，英国。嗯，是英国。啊，因为六里桥上的长途车嘛。哎，对，我一猜就奔河北去了。嗯，咵，到了，大横幅，英国人民欢迎您。哎，对，横幅还倒口呢。嗯，下来到人那儿，嚯，英国王室，流水席。英国王室吃流水席啊，待客不收礼，呵，大摆桌啊。女王带着孩子们，照顾不周，吃后喝后啊。嘿，好嘛，真客气，多么快乐。嗯，吃饱了没事儿，英国街上溜溜，哦，逛一逛景，走了走，夸。地上一大皮包，这是打开拉锁，里边都是钱，捡钱了。呵，还有纸条，嗯，俩字儿写的，我的，谁的呀？就我的。举着这条，嗯，找人。英国警察过来了，嗯，先生您好，好，全这味儿。这箱子是谁的？嗯，我的。嗯，先生拿好了。哎，这，我的，你的了。可着英国花钱吧。啊，就这么造了。哎，嗯，买东西，购物，英国超市，呵，一进门都是我的。啊，这也是你的？不，就不是，盐都是我的。啊，上英国买盐去了，都不许动，都是我的。啊，哦，老板也高兴啊。嗯，给这先生大包啊。哦，你是中国人吧？啊，哎，这肯定是中国人呢。对着好买。哎，嗯，进他那个高档的商店。嗯，买酒。买什么酒？买茅台。上英国买茅台去？他那都是真的，英国倒都是真的，而且比国内便宜。哦，都销那儿去了。哎，花钱，各地花钱，各国花钱。哦，回国在香港站一脚。香港站一脚干嘛？哎，香港看电影去。最近啊，有一电影上映，说这个就是和尚老道的故事。您捡主要的说行吗？我不看，我没看，反正说是一个什么蒲团的是什么？你想，和尚老道打坐用的？对对对对，谁说的？什么是铁蒲团是？什么是铁蒲团？什么呢？肉蒲团。哦，你们看了呀？是怎么着？这是一个什么片子来着？是啊，三 D 的。三 D， 嗯，就是反映张飞的一个故事。谁说的？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嘛。哎，三弟说的是技术，技术，或者你有技术你。您想干嘛呀？我就形容吧。嗯，我去看电影去，多开心呢。嗯，看完了站起要走。嗯，人家这个香港电影院的。嗯，先生慢走。嗯，香港也这味儿的，殖民地原来。传下来的。嗯，给您道戏啊。哦。我什么事儿？嗯，你是俺们这儿的第1万个顾客啊！哦，你中了奖了啊！嚯，俺们有一个
印度的美女啊，嗯，陪着你一块儿吃饭，嘿，好事都是咱的。你瞧，做梦。印度美女，嗯，穿着就那个样的衣服吧。哪个样的？咱不懂，蒙着纱，哦，这点一红点儿出来了啊。先生你好，怎么全这味儿？印度也这味儿？待年头太多了啊。哦，跟我对面而坐，嗯，点上蜡烛，上菜，嗯，甭管是什么，颠仨炒俩，嗯，对脸而坐啊，多开心。那是啊，这么近距离看印度女孩多好，这点一红点，是打小咱们净看那个电影了啊。你说这是贴的，这是画的，嗯，红点，我说我摸一下你那红点行吗？嗯，啊，你姑娘挺高兴，来吧，嗯，你瞧，这姑娘是高兴了，哎，你可以掉了，啊，这露出仨字儿，确实一等奖，这字写的也小点了，又给辆法拉利，嘿，您就想吧。哎呀，嗯，人的愿望是多么的幸福啊，真好。当然了，这只是那么一想啊，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的，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就老了，就完了。啊，当时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好些个蓝图需要去憧憬。哦，啊，当年那会儿也年轻啊，啊，那于老师的爱情很坎坷，我也是如此。您也不顺吗？我当初好些年前，我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哦，啊，喜欢一女孩，但是不敢跟人说，说我喜欢你，交朋友不敢说，害臊。那会儿年轻，就找一个，嗯，找一个有经验的人问一问。问的是谁呀？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广场熟女啊。你先等会儿。哎呀，广场熟女是怎么？熟女你不懂？熟女我知道，广场熟女就是看自行车那老太太。哎，这嗨，哎呀，啊。看自行车老太太叫广场熟女，广场熟女，冷饮熟女是卖冰棍的老太太。哎，这您跟这熟女还都挺熟啊。哦，好吧，好吧。我说您给我出主意吧。老太太说可以，可以啊。关于搞恋爱呢，我是有一些个经验啊。哎，老太太刚打英国留学回来，别找全这味儿的。老太太人一说，当当当当呀。啊，长知识，出的什么主意啊？能人呢，啊，都在民间呢。哦，人一说这搞对象太简单了。怎么说的？不敢说我爱你是吧？啊，找个节骨眼，什么节骨眼？比如这女孩正看书呢，嗯，把书接过来，拿铅笔在上面找，嗯，哪个书都能挑出来。对，啊，我爱你，找仨字儿。哦，拿铅笔标出来，嗯，递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多有档次。是，这女孩一看就明白，人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拉倒了。对了，你也不丢人。嗯，这主意不赖。是吧？老太太说：“你去买一个小鱼缸去，嗯，来两条金鱼，干嘛用？送给他，哦，跟他说，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你瞧这话说的，哎，这，哎呀，一说这女孩当时就了，哦，至于这样吗？哎呀，心脏病犯了吗？这不是啊？买点烟花去，干嘛呀？过年过节放了烟花啊，堆在他们家楼底下，哦，夜里九点半打电话上阳台。”看去，一上阳台，这呲儿，漂亮啊！花一起来，送给你的。嘿，女孩在阳台，哦，这女的也没见过什么，就形容一下，嗯，给她买个小镜子，这干嘛用啊？看看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什么样的。哦，女孩，哦，啊，就这样啊？嗯，那是不怎么样啊？再熟点，开车带她出去玩去，开车出去玩去，在副驾驶那座那儿，遮阳板里边。嗯，弄点玫瑰花的花瓣都藏着。哦，开车出去。嘿，你告诉他太阳太热了，把那板撩下来吧。嗯，一撩下，哗，这是花瓣下来了，多美，多浪漫。和女孩，哦，哎，对，这都没听说过啊。这太好了。哦，带他出去野餐去，吃饭，地上铺块餐布，准备各种吃的。嗯，聊聊闲天，说说未来，拿小叉子插块食物喂他。嘿，啊，默默含情，两个人这关系就进一步。那是。是不是再进一步，俩人比如找一什么酒店，俩人聊聊天什么的啊？啊，就是开房去了呗。聊天光聊天先聊天。哎，这行了，您就说怎么聊天吧，聊随便聊，聊着聊着，抄起枕头来，俩人打着玩，拿枕头打着玩。哎，枕头一破了，白色的羽毛飘出来，满天都是。哎，多浪漫啊。是女孩，哎呀，哦，我一猜就呛着了，是怎么啊？买点那个亮的小星星啊，站在床上面天花板上面，
这干嘛？粘上一个，比如我爱你。哦啊，日语叫 I love you。日语什么？英语叫这个？英语叫那喜欢你。哎呀，还、哎、啊。哎，这主意太好了。嗯，我说谢谢广场熟女。哎，您别跟她客气了。准备吧。怎么准备？准备，我就知道这女孩好看书。哦，我上图书馆找她去。找她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嗯，来到图书馆，正是午休的时候。哦，人也不多。是。这女孩坐在那儿，嗯，穿着一个浅色的一个连衣裙儿，哦，头发梳了一个马尾辫。嘿，啊，坐在这儿很安静。是，离着远处看着太阳照他身上、嗯、我都觉得这么温暖，真好啊。慢慢的走到跟前、嗯、周围人也不多，嗯，咳嗽一声啊，提醒他一声。女孩抬头看看我，嗯，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哦，老书了，一本线装的金瓶梅。哎，这本书跟这画面都不挨着，知道吗？他正研究呢啊，线装的崇祯年间课本。哎呦，这算文物吗？老书皮上写着新刻，嗯啊，这叫什么来着，金瓶梅绣像全传。光看画啊，有字儿，有字儿。哦啊，真巧啊、嗯、天天来终于碰见你了。嗯，嘿，接过来怎么样，掏出笔来画。怎么了？你都看得懂啊？怎么不认识？哎，那也得挑啊，都是繁体字儿。嗯，嗯，我会找到的，会找到啊、哦嗯，找啊、嗯，坏了，怎么了？我应该用铅笔，您用的是钢笔，钢笔怎么了？而且一使劲还漏水，哎呦，整个这书哇，印了，全都印了，哎呦，一回手抹了一脸蓝墨水，好，全弄脸上了，我都傻了，嗯，啊，女孩也愣了。小女孩她能说什么呀？嗯，脸都憋红了。嗯、哎，半天呐。嗯，孙子。哎，好嘛，赔吧。哎，您就碰上那广场熟女了，可能是。什么话？废话。小女孩一张口说孙子呀。她说就损吧，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啊，赔书吧。嗯，当然管理员呢，你看我给弄成这样，管理员一看，啊，哦、管理员这样了。还得有一个这样的。哎，对，哎呀，这事儿闹，赔完了钱回家，我一宿没睡觉啊，那难受了，没成功，心里边郁闷别扭，这叫什么事儿的？嗯，翻过来掉过去，天亮了，嗯，我就把这事儿赶快处理一下。对，买一个小鱼缸，哦，装两条金鱼，第二条送给他，嗯，鱼在水里，你在我的心里。好，走，到他公司门口那儿、嗯，跟人说一声，我找谁？哎，人去叫去了，嗯、我站这儿等着。嗯。一宿没睡觉真难受，哟，翻腾，嗯，你要干嘛呀、啊？哎呦嚯，得亏有这缸，就干这用了，地上一点都没有。哎，对，不至于打扫卫生，都在缸里边。嗯，来了，过来，没见过那个，嗯。送你的小礼物、啊、还有脸给人家呢，豆腐脑啊，啊，吃的还真干。嗯，鱼怎么这样？嗯，日本那辐射鱼。哎呀，全想起来了，辐射之后鱼难受就吐了啊。鱼哪能吃这么些个？拿着吧。嗯，女孩接过来。哎，哦，还两句话说吧。鱼在饭里。嗯，你在我心里。哦，我心里的在缸里。哎，好，连心都吐出去了。嗯，哎呀，又没成功啊！回来之后心里这别扭，这算哪一道啊？是啊，我去买烟花去吧。还有计啊，去买烟花，人家说哗一放呲花，女孩特开心。对，这个不年不节的北京城哪有啊，外地买去，河北省，哦，买烟花，把卖花的乐坏了。嗯，这日子可又买这个的、嗯、连买带送给我弄了一车。好嘛，拉回来晚上奔他们家去了，进小区找着那阳台底下都摆好了、嗯、啊，心里高兴，今天俩事儿，一个是烟花，一个是送小镜子。
哦，两件事。打电话，嘿，出来不？这会儿九点半了，夜里。哦，上阳台有一个小礼物。好，出来站阳台上。这要现行，眼神不济。啊，趴着往下看。我这儿词儿点火。嗯，哇，起来了。这个卖花的也太疼我了。怎么了？不管给花，还送了我一大麻雷子。大个儿，那么憨。哇，那么长。嗯。而且我是奔着阳台方向摆的，对着阳台呀、啊，咚，开炮、啊，一炮就周堂去了。哎，给那女孩啊，阳台上就没人了。好嘛，噔噔噔上楼啊，把门踢开了，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脸都黑了。是啊，嚯，掏出小镜子来啊，你看看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哎，对，招你惹你了，这是。我突然间想起法海来了，这还拿着照妖镜呢，这他挺开心的，打电话要报警，被我拦下来了。哎，对，送他上医院，嗯，一趟一趟的照顾，到不停的道歉。你是得这样，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太粗心了啊。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脸上好多了，那是黑皮也退下去了。哎，对，小脸蛋粉不嘟的，嗯，看着跟 Hello Kitty 似的。哎，这。没听说过。哎呀，有一天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其实不是坏人、哦、就是心粗了一点，我特别喜欢你，你要让我干嘛我就愿意，好，刀山火海在所不惜。你看，你让我死我从楼上就跳去、哎、啊！我说完这话看他默默含羞，可能是这炮打的耳朵不太好，是听见是没听见呢，你让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做到、哦、你呢嗯、啊啊，没听见。不是，你能像我这样吗？啊啊，不是，你再说。你能为我而死吗？什么？你能为我而死吗？嗯、啊、嗯，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为我而死，姑娘不好意思。嗯、啊，好吧，好吧，好吧，真答应了。拿出一耳挖勺来。嗯、啊，你要干嘛？不是为你而死吗？我没听说过，这什么耳朵啊？这是，我的个天爷呀！会恢复好的，哎，对，还很大的信心啊。缓了些日子，嗯，我们两个人终于越来越好啊，这好上了。后来有一天，我说我想开车带你出去玩去，哦，我们进一步出去个三两天，嗯，你愿意吗？嗯。他挺开心哦，成功了，真去啊！你要说出去十分钟，这不算事儿，那是那是买报纸去啊！嗨，愿意跟你出去三两天，你那可以，你懂的，我不懂。哎呦，三两天这得你们这是肿么了？出去玩去呗，准备把那破车擦擦，准备花，搁在遮阳板上面，嘿，上车，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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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蹦子呀！不是我那车一般啊，开出去迎着阳光，我说那个阳光刺眼，是把那遮阳板拉下来嘛？哎，还真听话啊！咵啪，怎么了？我就是带着花盆来的。这好嘛，弄花瓣带花盆干嘛呀？我怕花瓣掉了，你知道吗？哎呀，我整个的捆在上头，我忘了告诉他了，还浇了点水，哗、啊，歇脸上了哈。嗯，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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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嗯，他走来说啊，没事，这都习惯了，啊，习惯了。哎，我说对不起，其实我是想送你个小礼物。嗯，买了个戒指，嗯，希望你能够喜欢。哦，他要敢接过来啊，就说明这事儿十有八九了。是啊，姑娘接过来就戴上了，喜欢吗？嗯，我特意上首钢给你买的。哎，钢的不是什么。我也不懂，反正挺好看的。嗯，带着吧，往前走不多远的地方，一个山清水秀，我们下来野炊吧。哦，吃饭，地上铺上塑料布，嗯，摆上各种吃的。哦，啊，什么都有，嗯，什么都有，各种苏丹红的鸭蛋，嗯，瘦肉精的猪肉，嚯、哦，硫磺熏的土豆，哎，啊，墨汁染的木耳，嘿，东北的豆芽，上海的馒头，啊，这点精英都在您这儿呢。嗯，全都有。给他倒了一杯色素勾兑的红酒，哦，我来了一杯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哎，你们俩还打算回来不打算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要作诗啊。啊，还有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哎，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玩命去了，干一个、高兴，拿叉子扎了一块吃的啊、我能喂你一口吗？啊，又是招，这都是试探。对，姑娘挺开心，嗯，但是很害羞啊，那闭着眼张着嘴，嗯，我也很害羞，是，我也闭着眼，嗯，哇，俩人都闭眼使那么大劲干嘛呀？我再睁眼，他脸上扎一叉子。哎嚯！啊，哎，看看我，你到底有多恨我？哎呀，哎，差点没给弄死。嗯，不是，没事，不要紧的、会好的。来，你低头来，走。哎呀，这这体检的。哎呦，行，你这是肿了。还行，他那脸不，他脸挺厚的，也没流血啊。嚯，这多厚的皮呀、啊！这是，打没打？不要紧，不要紧啊，习惯了，习惯了。我说那什么，天也不早了，嗯，你找一酒店聊会儿天吧。好，又去旁边不远，我都安排好了。嗯，进酒店很温馨。哎，哎，你来个枕头，别，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来打吧，打吧。广场熟女说要用枕头打一架，哎，那好玩，满天的白羽毛啊，哎，飞起来，哎呀，空气都在面前漂浮，嗯，多么的浪漫，来打，夸夸夸夸夸，嗯，荞麦皮的，嚯，黑的呀，我都看不见，哎呀，还没洗干净，嗯，好家伙，哎，姑娘捂着嘴，我出去喘口气啊。哎呀，都快呛出去了，利用这会儿功夫啊，我沾灯，你贫不贫呢、你我小的我都得用上、哎、对，买了好多灯，有大有小，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心形，哎，很漂亮，心沾正当中，哦，踩在床上，沾天花板上，嘿，沾一心，嗯，心边上写着 I love you， 好，小碎灯沾的、买的多了怎么办呢？最后粘出一个月亮来，月牙儿。哎，进来吧。嗯，躺炕上，躺躺好了，快躺好了。尘埃落定，躺着。看看，嗯，你看那、I love you。嗯，为什么还有个问号？哪有问号啊？瞧真着点儿，瞧真着点儿、啊。那是月亮。哎，仔细看，看那心。哎，看那心，看得见吗？啊，看不清楚。哦。正说着，这心下来了，哦，整些脸上看清楚了，这回看清楚了吧？哎，看清楚了啊！嗯，回来吧。嗯啊，人家要报警，我拦着他啊，报两回警了。回来之后，两天没敢见面，心里不是滋味。第三天，你猜怎么着？嗯，我接了他一个短信啊，他跟你联系。其实这些天我反复思考过，你是一个好人，哦、你懂得替别人着想。虽然说心粗了一点，但是你挺疼人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以前的事情完全接过去，我们重新来好吗？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姑娘太好了，这样有意思吗？对，这就好了。人家女孩这样，你不懂事呢啊！哦，人家问好吗，我能说什么？嗯，好的，好的。发一短信，好的。嗯，坏，手一哆嗦写错了，写的是好，写成了个妈，妈的呀。哎，骂上了！我这是肿了了！哎呀，哎呦，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赶紧道歉去吧，我去找他，实实在在的把话都说，掏心窝的话全说了。这就他也挺开心。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哎，真好了，啊，一切都挺好。嗯，但是很遗憾，怎么？天下的事往往很难够走到最后。怎么回事？后来不得不分开。怎么分开？因为她怀孕了。怀孕了啊！怀孕了，只得分开。怀孕了就分开。哎呦，没办法，她男朋友急了。嗯，说是高峰的、孙悦的。哎，这别花钱了，各位，真的，这个挺贵的啊！我这些年救活了好几个卖花的，都、谢谢啊！到这点了，还有这么些人不走，你们是真没有家吗？哎，这那不是看演出，你们这是来看杀人来的啊！
那天要是有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坐一坐，聚一聚，我爱跟你们聊天，我是拿各位当朋友，咱们不是外人啊。嗯，那个于老师尤其更善于跟大伙打交道啊，这个人好交朋友，交朋友喜欢啊，吃喝玩乐他一门灵，真一门灵。是不是我捧人家这辈子确实是没白活？怎么又没白活、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儿都是冲您来的。哎，没有没有，听相声。他自个儿养花养鸟养鱼养那小马，嗯，小矮马，有人在电视看过，国内最大最好的一个种群就是于老师那儿。哎啊，真的小马下啊，每一匹马从喂料打理配种都是于老师的心血。是前边管后边就不管了。嗯，你就客气，这个人就客气。谁跟你客气了？客气，反正挺好的啊。嗯，好，还种个花，种个菜，是种个葫芦。哎，葫芦有了好的，其实也正的样也好。哎，养蝈蝈用。对，还有的葫芦大了没用，夸切开了当瓢使。对，还找了人在上面有烫花的，嗯，刻花的，是大瓢特别漂亮。嗯，北京第一瓢客。嗯。什么词儿啊，这是做那个瓢做的是真好。做那瓢啊，你做的好，没事还找些人上家喝酒去啊，喜欢这口。他好这，我不行。嗯，我出去吃饭跟受罪似的，不愿意。酒席宴前不善于说话，不善言谈，实话实说。前些日子出去还吃了回饭。哦，闹得很不愉快。是吗？因为那桌人也太杂。谁都也是朋友聚会。嗯，这里边有一个开发商卖房的。哦，有曲艺团团长。呵啊，有一个作家，啊，还有一个原来是小偷，后来改邪归正了的，啊，嚯，我们这几个人坐了一桌，你琢磨哪儿好了吗？那怎么好不了啊？太尴尬，都不挨着呀，说不上话，不挨着。嗯，最后有一位说咱别这么干喝酒了，咱们来个酒令吧。啊，他们也来酒令，来酒令吧。嗯，有条件啊，嗯，得说什么尖尖，什么圆圆，什么千千万，什么万万千。哦，最后还得说有没有，没有。哦，这是一个完整的酒令。嗯，我说我没听说过。哦，那小偷说了，列位啊，我原来当过小偷。哦，我先说啊，这太可乐了，真诚实。听着，说这个万能钥匙尖尖。哦，保险柜那锁圆圆。嗯，我偷过的经理千千万。嗯，我偷的领导万万千。嗯，有一个报案的没有？嗯，没有。我说我会了，那就会了，这就行了。旁边又来一位。嗯，第二个谁说那个承包商。哦，开发商盖楼的，我来一个。那行，他来啊。金条尖尖。嗯，金表圆圆。哦，我承包的工程千千万。嗯，伪劣工程万万千。嚯，有一个追究我责任的吗？嗯，没有。哦，旁边一个曲艺团团长说了。哦，干这个的。筷子尖尖。嗯，盘子圆圆。哦，我吃过的饭店千千万。嗯，我去过的酒楼万万千。嗯，有一次我结账了吗？嗯，没有。哦，啊，白吃白喝。他们有一个写东西的。嗯，我来。他说笔杆尖尖，笔头圆圆。嗯，我写过的东西千千万。嗯，发表的文章万万千。嚯，有一句实话吗？没有，没实话。我说该我了，我来啊。就你了。扇子尖尖。是汗珠圆圆。哦，说相声的千千万。嗯，艺术家万万千。呵，有一会说相声的没有。一说一乐，哎呦，还有花呢，可了不。你们都哪儿买的？告诉我，我退去。要不就可惜了啊！坐的这么晚了，大伙儿还没动。哎，你们俩哪儿去？嗯，逮他俩！那姑娘跑着，这太好玩了。看看啊，看一会儿还谁跑啊？啊，您我一指，你就窜出去啊！我干嘛呀？你给他叼回来啊！你得拿着飞盘。嗯有没有？也没有。啊，谢谢谢谢。听相声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嗯，也别太较真啊，哈哈一乐。这个故事是假的，可能好些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对，是不是？相声这门艺术呢，哎，别太较真，我们这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是，但我们也跟老百姓一样，这个
正常人，嗯，并不比谁高多少。别看这比您高出这几尺来，嗯，这是为了让您瞧见我，并不代表着我们比您高，没有，嗯，啊，我们也一样，上我老下我小啊。然后，因为我这紧着说这俩孩子还出去啊，嗯，啊，没事没事没事，孩子啊，没事，然后啊，嗯，好、啊。嗯没事，孩子上洗手间了啊！嗯、你怎么知道的呀？祝你圆满成功！哎，废话，谁去那儿不得圆满成功？完事还回来啊？嗯，哦，哎呀，这是一男一女。你眼神还真好。这大庭广众俩人，你们这干嘛去？这是。哦，上后台来，那行吧。嗯，啊，找咱们的哈。啊啊，找咱们应该没什么坏事。嗯，嗯，挺好。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嗯，就是人这一生吃喝拉撒睡，你说他粗俗吧，但是谁离不开。嗯，上厕所谁不上？嗯，得个病，头疼脑热，谁不得？哪得病？对吧？该看病也得看病。我错怪你们俩了。嚯，你们俩回来够快的。看来花店就在门口。啊，你们是上后边我那花店买的吗？这天底下钱都让我一人挣了。嗯。谢谢啊，谢谢。那个，你看搅和乱了吧？山外青山，还从这儿说。我这能说到我八十岁生日去了。好啊，快，嗯，全照顾着。你怎么办？人花钱了哈、嗯。快点，行，可以走，快走，快走，哎，快。啪！哎，都不是外人啊。您有点正经的没有？都大半夜了，你要多正经啊！你要大半夜的就不正经。谁家说相声说的快天亮了，这都。你看说的哪儿？咱忘了。说的看病。山外青山啊、哦嗯！要没这些姑娘们，我说不错。对，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哎，真从这儿说呀。谢谢这些个姑娘，帮我想起了青楼啊。刚才说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哦、这很正常。前些日于老师还得病了，于老师看病去了。嗨，大夫给。开一条，不是体检，不是什么肠镜、胃镜，别提这个了，那是假的。对，那为什么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真是去做检查了。嗯，大夫说验尿，尿啊，验尿，这很正常啊，这也不脏，谁都得病是吧？嗯。但是于老师纳闷儿，验尿，这尿字写的也太草率了。怎么呢？于谦看吧，您验屁。我也太不识字了吧，我也这个玩意儿就没听说过呀，这谁都没听说过呀，这是难道是检查上呼吸道？没听说过，还上呼吸道？这搁谁这就瞎琢磨，于老也琢磨，但是问题这怎么验呢？方法不懂，他没不得法。是啊，不掌握技巧，回家了跟、嗯、媳妇说、嗯、你看这个这怎么办、嗯、媳妇儿真聪明、嗯、你这等我那个炒黄豆，炒黄豆锅里别搁油，干锅来二斤黄豆，咔咔咔咔、嗯、炒完又干又酥吃。嗯，于老坐着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啊，真听话，二斤黄豆全吃了，好吃完了、嗯、那么接下来呢，嗯，还有下一步呢，喝凉水。我媳妇儿真有主意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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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哎呀，喝了这么一大瓶子凉水、啊、哎呦，然后呢、嗯、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于老坐着、嗯、坐着，哎，媳妇儿出去一会儿再回来。嗯，你怎么胖了？怎么回事胖了？这样了 啊这已经差不多了。哦，等来了，差不多等来了、啊嗯、你什么这等来了，但问题怎么给大夫送去啊？对呀、啊，没有什么容器，两口想半天、嗯、哎，来气球。我媳妇早晚得跟我离婚，我跟、嗯、这是他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想我告诉他的、哎、没你什么事 啊来气球，气球这没法弄啊，气球绑在竹竿上，这么大一竹竿，竹竿里边通子绑好了，他媳妇攥着这个，来了、啊、哎，再绑上一镜子，就是就体检了啊，没有没有，媳妇下不去手，举着这竹竿啊，这头那气球，媳妇
哎，哟，完了，都进去了，都上哪儿去？哪儿啊？都扔进去了，弄出来，哎，准备好，来，可以了，于老师这使劲吧，当，这气球，哎呦，攒一块儿放的，合适，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伸手不见五指，哎，飞上走时，媳妇儿，孙长老收了神通吧，闹妖精了是怎么着？大圣，你在哪儿啊？这什么都瞧不见了。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这技术性的问题实在难以克服。对了，大夫接过条，嗨，接错了，不是不是，这对不起啊，就是验一下那个大便小便，对不起对不起啊，您赶紧吧，您赶紧吧啊，给小瓶儿，他拿着。行啊，可以。嗯，媳妇问去吧。嗯，他说那个，先验大的，先验小的。这也问？大夫说这无所谓。啊，你哪个方便？大的和方便。哎，吃了二斤豆子了。哎，你去吧。给小瓶儿这么大小盒。对，他自个儿看看，不够装的。这哪装得下二斤黄豆啊？还有别的呢，哎，对，还有一瓶子水呢啊！一低头，大夫脚底有一纸篓，嗯，这个，哎，你是不是说这特美呀、啊？我这场不要钱了，哎，对，那份给我。于老师端着这个，嗯，奔洗手间，嗯，小听哪屋，砰！砰！还是这虚的是吗？于老师，一会儿于老师端着出来了，嗯、我都熏晕了，嗯、满喷喷嘛、嗯，好家伙，您脏不脏啊？这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列位，咱们就一听一乐，谁也别咂摸滋味儿、啊。谁咂摸这滋味儿？因为也不知道哪个节目符合您各位的口味，啊、这符合不了口味了。于老师端这出来，嗯，啊、看着还挺沉。可这医院没有不参观的，多新鲜呢！看热闹了也。哎呦，嗯，瞧什么瞧啊？嗯，这有什么新鲜的，对吧？嗯，谁没有？有的是人拿这个，对吗？对、啊。谁走街上不举这个？是不是？谁举这个呀？一回头，哎。那小护士不还举一个了吗？对吗？还有，哎，怎么不一样？我这黑的，你那怎么白的？啊，废话，我这是冰激凌。哎，这，快一点了，你们还听吗？这谁好意思走啊？这个啊，好吧，大伙儿还听。后来啊，这个还听什么呀？接着我这说呀，不是他们可爱听这个，真的啊。那实话实说、嗯，我要说连着仨钟头啊，句句都是文言文，我也能说。嗯，你们各位就不爱听了啊，一说一乐。我是拿您各位当朋友，当自个儿亲戚。嗯，比如这个话，我们街坊哥几个，我们家来谁了，来几个朋友亲戚坐了一块，我也能说。咱们大伙儿一听一乐，您别只是说听我一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这个是做不到。嗯，啊，朋友之间您。出去就别跟别人说了，是不是？你像于老师刚才这个事儿，那压根儿就是假的，传出去也不好听，是不是？因为这些节目呢，可能我们同行人不熟悉，熟悉不说，大家不爱说这个哈。嗯，有时候这个节目呢，它当然咱承认啊，嗯，它是稍微俗了一点，嗯、但是我认为这是通俗，它不是粗俗。嗯，啊，那个老百姓，你说闲暇时候也没有唱高山流水的。地里拔麦子，你说哪位干半截活一抬起来身唱个我的太阳，是不是晒秃了皮了？那可能是真热，真热啊，就是来自民间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挠百姓们追求这种真善美的东西。对啊，而且来说，当然同行们可能对我们有些意见，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艺术选择是不一样的，嗯，允许啊，人家愿意说一些个比较高雅的节目，人家做的也很对。就每个人的艺术修养不一样，对，所以说可能因为这点差异吧，我跟同行之间也很少来往。哦，啊，不，也别说，前些日子有来往，是吗？前日我们上海南去玩去，倒是碰见我们的同行们，相声艺术家们，倒是碰见过啊。人家上飞机人也没理我，
啊，飞机上就碰上了。三位相声艺术家看见我，人没理我，一瞧见我，还较劲呢。咱都觉得臊得慌，艺术造诣不如人家。嗯，悄悄的吧，我就溜到飞机的前边那旮旯那儿，就找一地一坐。前边哪有旮旯啊？前面就两排座，就是能坐十个八个的吧，就能。那个，这叫头等舱。你别说，他们不懂那个 啊，就找一小旮旯吧，是吧？小旮旯，人也少，又没人待见。哦，我们这艺术家们都坐在后边，跟群众们打成一片啊。嘿，仨艺术家坐一块儿，拉过这个安全带来。哎呀，短呢，从上边勒呀。嗯，飞机安全带是这么扣的。他可能头回，他以为跟打车那是一样的。嗯，咔，坐上。我在前面，我也不敢说话，艺术造诣不如人家啊。一会儿人看见了，哦，那是郭德纲吗？认出来了。他凭什么上前面去？对呀、啊，那叫什么呀？有人那头等舱不行，咔解开了、哦，来艺术家啊，嗯，空姐，空姐，这就郭德纲怎么坐这儿了？嗯，空姐说人家花钱了，嗯啊，我还解释，对不起，我说我是自己花的钱，嗯、我坐这儿，你们那是公姐花的钱，坐后头啊，不行，凭什么？我今天去海南，我们是考察研究啊，嗯，到海南考察老北京曲艺，知道吗？那能有吗？那个，我们必须，我要坐头等舱。哦，空姐说您那票就是后头的、嗯，不行，我就要坐头等舱，我要到海南去。嗯，我赶紧劝，我说老师别闹、嗯，头等舱不到海南。哦，哦，嗯，这就过去了。我冤枉人家两个人了哈，对不起，希望你们幸福啊！是两口子不是？这么一会儿功夫，哎呀，你们是真行啊！下不为例，希望你们幸福。列位，一点十分了，我得回家了。还不到是吧？那这样，我待会儿我让他们下去把第二场的票先收一下吧。哎，对，又一场。谢谢各位啊，相声啊就是这样，两个人站这儿说一些个捧哏演员身上的真事儿。哎，这非说这个是吗？不是吗？那是说点别的也可以。别的有什么意思啊？就这有意思。跟于老师在一块儿合作这么多年了，嗯，实话实说，这是他让着我。哎，没有。跟于老师比起来，我自愧不如。您客气。我有时候想跟他开个玩笑，闹不过人家。您瞧瞧，台上这是职业分工，台下不行。嗯，前些日子我们上秦皇岛演出去，嗯，在后台我说跟于老开个玩笑，嗯，让人把我整得不是惨，怎么呢？后台休息有洗手间、嗯，男洗手间、女洗手间，嗯，我就想一主意，嗯，我说我把这俩牌换一下，啊，倒过来，男厕女厕把牌一换，这样的话于老师进错了，嗯，这多好玩是吧？嗯，你说我要不是没溜呢，我过去要拿这男厕这牌要摘还没摘下来呢，嗯，于老来了，哟、哦，于老看看我。哼哼，来这套，嗯，转身他就进了女厕了。哎，这我这想的也太多点了吧？我这、嗯、咱斗不过人家呀、啊。哎，谁斗不过谁呀、啊？这是、嗯、真的啊！捧哏演员里边，您算这份儿。您客气，他不光能说，嗯，他还能唱。没呀、嗯。来吧，您净这样不合适。很合适。哼，您唱一个，你瞧，您知道我不爱唱。你去，停，来。于老师唱歌唱的可好？哎，而且唱摇滚唱的特别好。你这样，你给我们先摇一个，然后我再管一个。你们点一个吧。哦，假唐僧。假唐僧，假什么？假行僧，假行僧哈。嗯，来一个吧。哎呦，来一个吧。嗯，真的，那个捧哏演员，我老觉得不太应该在台上过多的展示自我，在这儿唱，我老觉得可能打小受传统教育，相声的这方面的传统教育。嗯，
我也别废话了，不是假行僧吗？是吧？咱们就唱几句啊。小时候听崔健唱。你等会儿啊，你看着比他大四岁，你小时候听的？我真的小时候，我那时候上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12岁，我在那个曲艺团学员班和北京戏校和北京歌舞团都在政法大学的那院里边，那时候我跟他一个院，他是比我大很多岁。是吗？是是是。你可够老的。嗯，真的是。来吧，来啊，就唱几句。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行了吧，八大黑。好，人说该让您来一个了，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大伙儿听。哎，郭老师来，你应该上空啊，郭老师。哎呀。哎，那个我再就不会别的了，我还你再唱一遍啊，你再唱一遍，唱对了为止。于老师唱什么你们打算听？破东风来。周杰棍双杰伦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快点。 我觉得那天看了看词儿，唱了那段啊，唱完那天那个我就给忘了啊。没事，我们能等。嗯，哎，啊，想起来了，您不能这样。你应该问我这有意思吗？头一句什么词来了？什么词儿？嗯啊，对对，好来。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离人还没走，故地如重游，月圆歌尽。真的唱不好，郭老师老挤着我。对吧？正式唱吧。嗯，还没唱呢，等正式唱，还要听于老师唱。您唱，你们太喜欢听于老师唱了。啊。哎，什么？我来一个。哎，我都唱一晚上了，我昨天就一直给你们唱来着啊。咱们唱一什么呀？哦哦哦哦，还是听于老师。哦，谁说的？有人说想听于老师唱的现代戏是吧？啊，嗯，那就来吧。啊，唱现代戏。听于老师唱戏不容易，样板戏《小皇后》。这还小皇后。行了，嗯，还是唱那老四句呗。好呗，好吧，这四句咱们能唱一辈子。哎，对，咱们一直坚持下去。好吧，好吧，好。今日痛饮庆功酒。好吧，哎，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谢谢谢谢谢谢，不容易，勉为其难。谢谢谢谢各位施主，谢谢啊。谢谢，我给大家再唱一遍对的。哎，您给我纠正一下。不是纠正，换四种不一样的形式，咱们重新演绎一下好吗？好好，试试啊。来来，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好，哟，谢谢，还有准备你们啊？
因为有的观众确实不像。谢谢谢谢谢谢啊！嗯，这么晚了你们还能买到花，真是太神奇了。感觉不是现买的哦，存这儿的啊。今天好多朋友都送了花啊，天津卫视孔总送的最大的啊，嗯，章子怡也送了花篮，哪是章子怡的啊？国立老师跟徐老师送的、啊、这边呢是、啊、这边是啊，嗯，哪个是啊？嗯，哎，这个就是，嗯、啊哎啊、这个嗯，看一下，子怡在一块儿还说来着，嗯，就是他们确实告诉说送来两花篮，是有一个，还特意说子怡还写了一条让我一个人看了、嗯、啊。你们不能这样，啊！哎呦，你们这是肿么了？啊！我说那花没送来呢。啊，都是朋友啊。这个刚才于老师也唱了，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来合作下来很愉快，谢谢，很愉快。十五周年大庆，打今天开始我们就拉开了我们的大幕。到这一年所有的演出都是围绕着十五周年。每个月呢，大剧场和小剧场都有不同主题的演出，是，都还不包括海外的以及咱们国内其他省市各站的演出，嗯，啊，也没有别的。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嗯，你们要愿意听，我们愿意说到死，谢谢你，谢谢。谢谢。今天我们专门拿出时间来唱了太平歌词了，嗯，太平歌词就别唱了，那是我们本门的东西啊、嗯、其实来说对我们来讲什么京剧评剧梆子大鼓这些也是我们学习的老师，对啊，得学。比如说今天有人刚才一直在喊叫小范是吧、嗯嗯、到这个点儿了说两句话，这叫小范不好唱了。京剧四郎探母里边做工艺者一个嘎调的唱腔叫小范哦，啊，这是八度唱腔、哦、八度啊不容易、嗯、啊，哦，高八度你来我试试啊，来，唱不上来我就咳嗽，好吧？还是这规矩。刚才唱的是叫小帆，这就完了。再来一遍，好吧？嗯嗯。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小帆。好。这是京剧，京剧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哦、梆子的叫小帆响彻云霄更难唱，嗯，梆子是河北省的戏、哦、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哎，燕赵知道吧，嗯，燕赵门都知道吧，哎，这你唱上河北梆子的叫小帆、哎、好。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啊，好，你有话了，咱们商量商量，我要是卖给你们不合适哈、啊、那多新鲜呢，你看你们老说那多少钱呢，别闹了啊，谢谢各位，这个每个月都有演出，嗯啊，千里搭长棚总会有这个散席的那一会儿，是吧，嗯，谢谢这么多朋友从昨天就来支持我们，嗯啊，我估计这会儿雨也停了，你们要不就回家吧，你们拿我这背雨可不行啊、嗯、一点多快两点了啊，这个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嗯，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谢谢啊，谢谢。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
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哦，不那么亲。哎，小声了。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多少载，骨肉相残到如今。要说亲，观众音哦，显了胜了。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喂，好，我们今好，我们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那光临观众朋友们，再见。哦，好，好，天再见。不行。去。他没看。这不应该不看。好嘞，老师，你到时候你要干，有没觉得好像我的衣服干嘛？看德纲网，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网址3w.看德纲.cn。